大家晚上欢迎收看今天7月19号礼拜四的台视新闻全球现场。一开始带您来关心，防疫警戒降为二级，已经让人松懈了吗？苗栗竹南运动公园的球场27号一开放，就吸引不少民众去打球。不过隔天清洁人员却清出了多达50个废弃口罩。更夸张的是，还有人不戴口罩聊天，甚至抽烟。对此，竹南镇公所人员除了在脸书上 po 文痛骂球友没公德心，还贴出公告，如果再不自律，就会关闭球场，落实防疫。而 po 文一出，乱丢口罩的情况也有所改善。放眼望去，篮球场上满满都是民众来打球。先前碰上三级警戒，球场关闭，现在已降级，球友纷纷到球场上挥洒汗水，但也让人开始松懈。竹南镇公所秘书气愤地在脸书上 po 文说，开放的第一晚，球友在现场有没戴口罩的情形，运动后还留下一大堆垃圾，甚至清洁人员还在球场清出50个口罩，要是无法自律并落实防疫，将会再次封闭篮球场。贴上公告，好，那再请警方在晚上6点到8点的时候加强去现场来巡查。实际走访球场，尽管大部分球友都有戴口罩，但还是有少数人没戴口罩坐在球场周边聊天，甚至还抽烟，违反防疫规定。那如果有改善的话，我们就持续开放运动场，要来给民众使用。那如果这两天情况没有改善的话，我们还是会把这个篮球场给封闭起来。劝导后，球场乱丢口罩的情形也有改善。防疫降级，但不代表解封。球场开放，但民众还是要遵守防疫规定，别掉以轻心。记者张欣杰苗栗采访报道。